当一直是电的问题，他们彼此消耗，彼此燃烧。两颗970电池，那么这样子配呢，它就冲冲冲。那冲进去之后呢，它本体本身呢可以用75分钟，哦，65到75分钟。那 10% 电力可以用5个小时，它 10% 电力就已经很猛了。那不冲的时候呢，是这样子的情况，这么亮，很亮，白光一百折千丑，一公尺内打100%没办法，太亮了。那现在我们给它冲进去，它在冲进去的时候呢，两个970电池完全供应。好，以上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LT028 幽蓝紫的，厉害了我的灯，很亮，超亮，手持，这可以锁三脚架，可以锁灯脚，直接锁上去就可以用了，非常的方便，进可攻退可守。下来的时候强烈建议你买幽蓝紫的锐爪，摄影师里头很重要一个东西叫锐爪，哦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侧装，哦，这样子也可以用，来自拍，这样也可以用，哦，它可以各个角度，四个角度自由装载，有够给它方便。好，提供给大家，维来的970供电板，充电给我们的 LT028， 这样子可以站立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可以站立。我把呢其实是专为 V 挂设计的970这个板呢，它主要就是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两个四分之一螺丝，用途是用在锁在未来的灯光上面，200系列、300系列的灯光锁在上面用的。那么当然锁在这个手把上来讲，就比较没有做的那么样的完整哈，但是是可以用啊。那没有那么完整的原因是，各位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固定槽，它是套在这个位置上面的，套上去之后呢，970板没有这个设计，所以它会转动。那有了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板呢，这个 V 挂板呢，它不会晃动，这样就不会晃动，非常的紧实。那 V 挂给它扣上去，那 V 挂扣上去之后呢，确认一下 check 电力，好，好，接下来电力供应，这个电池供应表 D-tap out 跟 DC out， 你用 DC 就不用再额外买这个东西了。好，插上去，好，各位看一下电力供应显示，电力供应显示，有没有在正在充电？那么它在充电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把 V 挂的电力直接输送到这边来，会可以持久，这样握也可以，这样握也可以。那我们现在介绍了两种供电方式，970跟 V 挂。那970的板子是750元加这个手把另外寄，那 V 挂的板子是599元哈。970多了一个功能，它可以帮970充电，这里是输入电流进去，电压进去之后，它帮970充电，所以这个是充电供电转换板。Monitor 可用，灯光可以用，出力还算够。好，那这可以推到100多瓦。好，以上我们的这个 LT028 搭配 V 挂介绍到这里，谢谢。